惜。如果我妈妈冒险都没办法注意，爷爷妈咪问车是你，妈咪不知外好。既然你会当回家，如果你若看到字幕，是不是希望你答应，你叫我回车，我用我来照顾你，晓得无？我真的是看到，结婚弟弟，那可是新郎官司，因以来，我袂当当做字幕，你家己准备哦。这时阵，你竟然这么淡薄口气，我问阿三娘，我无可能，太现实。我可能。我做你要来，阮随份嫁你呀！为啥你有做？